捡到你！哎，捡捡捡捡！ 这种野果你有吃过吗？打开，看看是什么颜色。 这个就是还在长的这个香蕉啊，长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个下面的这个香蕉花给它割掉，不然的话，这上面的香蕉是不会长大的啊。这个是香蕉的花，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，我们给它敞开，看一下，剥开它的心啊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
看看什么叫熟到了巅峰的。